Hello，大家好，我是空姐爱七头。今天呢是蹦贝的该怎么说第几天呢？反正算是待第二个整天就对。但是呢，今天晚上就要飞啦，所以呢，今天其实就算是半天的时间吧。所以呢，等一下我要来去吃饭店的 lunch buffet。就是一般呢，我们在饭店的那个早餐其实都是没有付的，但是它是有比较便宜，就是给 crew 的 discount。今天早餐是超便宜的哦，好像5块美金的样子。一般都是只有 breakfast buffet 嘛，但是它这边有 lunch buffet， 其实它的 lunch buffet 是很棒的。所以呢，我这次就决定去吃他们的 lunch buffet。那我就带大家去看一下这个饭店的 lunch buffet 长怎样。How many kinds do you have? Four. Huh? Four items. 我都听不懂在讲什么。It's okay, I just try two. Yeah.饭店的很 hygiene， 就会戴手套，就不会用手。What's this? Quartz spray. Quartz spray. Quartz spray. 他讲，我还是不晓得这是什么，我等一下拿回去吃看看。我们要吃个3个小时，没有了。不晓得可以吃多久的，我再去逛一逛。它还是有中国料理的麻婆豆腐啊，然后炸的蔬菜啊，可能怕有人还是吃不习惯那个印度的口味。那小颗的 potato 看起来蛮好吃的。这个印度的面包跟别的国家也比较不太一样耶。他们人很好，说要帮我打开那个锅盖，这样我就可以拍那个 Indian food. Is that spicy? A little bit spicy. You don't know this one? This is chicken? Yeah, this is chicken. Oh, how about this? This is mutton. This is lamb meat. Oh, it's lamb. It's a Rajasthani dish. Also spicy? Yeah, it's really spicy. Ah, okay. This is mulg dum biryani. So this is a Lucknowi dish. Dum is like when we cover the pot and cook it, and then we seal it with dough and then cook it. Oh, 很像煲仔饭。这个它是煲仔饭的煮法。Thank you very much. English is very good. 他刚刚要了我的那个 channel 的名字，所以他帮我 subscribe 的，所以呢，他会出现在 video 里面。Okay, you will see you later. Yeah. Maybe a few months in the video. Okay.来吃这个，他刚刚做的这个 puree， 超多东西的，很好吃哎。Thank you. Yeah, can I have one? Thank you very much. Yeah, 这个叫做什么？热热的，好好吃哦。然后也可以点 latte， 它 latte 是有包的，不用再额外给钱哦。这个也太方便了吧！现场榨果汁哎，刚刚那一整杯就这样子打成汁了。这是在那个大阪买，大概机场那种吗？我在 loft 那边买的，然后这个是4000块日元，那800块台币。所以你这个是算是 USB 充电，对不对？对对对，借我看哦，而且很漂亮。对啊，这边可以直接打，然后就一杯耶，真的超级小，超级方便，好带耶。我也想要一杯，但我不要这种绿绿的。下次飞日本的时候可以带一罐。这个是秋葵啊。对对对，就是秋葵。哦。每个都试一点。Ellen 的第三盘，我的
的第二盘。刚刚吃的那一口秋葵太软了，因为我印象中的秋葵就是比较硬一点，我喜欢它硬一点，然后黏，可以吃到它黏黏，但是它都跟酱混在一起了。对，因为我觉得好腻哦，所以我有点吃不完，因为它里面就其实就是都比较偏酱之类的，都要配饭，然后我饭拿的又比较少，然后酱又比较咸，很容易腻。看起来超甜，那这看起来也很棒哎！啊，我想着要不要吃？看到这些甜点，我牙齿都痛了。拿一杯这个好了，看起来都很精致哎！哇，你现在又在吃什么？就是刚刚那个 cheese naan。哦，就是刚刚的那个 naan bread， 但是它是加过 garlic， 看起来很好吃。对啊，它那个内馅那个起司。哦，好好吃哦，里面真的是。cheese 是在中间的哦，有一点点就是很像大蒜面包的味道。对对对 cheese and garlic naan， 嗯，好鲜牛扁呢。下面这个是甜一点的酱，然后上面这个是辣的酱，它这个绿色的这个水就是辣辣的水哦。Okay, I eat it like street one.很好吃。它水给很多 ，one more， 他们那个街头的小吃就是站在老板旁边吃的。How do you say delicious in Hindi? Acha. You say good. You say acha. Acha. That one is bunny. His name is what? Bunny. 我刚刚吃的是 bunny puri。吃饱啦。给了账单，它的原价呢，其实本来是1825，然后我们 crew 有 discount， 然后就变成1186块，然后再加上一些税，大概台币本来原价是770，然后打折下来算500块，然后加回一些税就变成590元，是今天的整个的 lunch buffet， 很划算哦。那今天这个餐厅的影片就先到这里啦，记得要留言给我，然后订阅空姐爱气头，还有旁边的小铃铛记得要按哦。想看更多印度的影片的话，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好不好？好，拜拜。对啊，看不太清耶。对啊，我住在面海的那一边，所以你应该是看泳池的那个。好好笑，刚刚被酷认出来，而且我今天是大素颜。